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。怎么样去把 IU 的《旧梦一场》这首歌曲唱出味道出来呢？说不定人家自己会唱的话都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是你不是他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重点。首先呢，惊鸿唱重音字，情深唱重音字，把我们的语句形成一个突出啊。不然的话，早知惊鸿，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？昨日人去楼空，泪微凉。人去重音字，凉字呢要加上一个转音，凉啊啊啊！哎，想这样的感觉。道不尽原本无常，情如风过水淌。原本这个字也是要唱重音字的，把重音字呢和这个转音做好，这首歌就 OK 了。